Our next topic is speech processing for smart devices, presented by Mr. Rochester Tian. Mr. Tian is sales manager from NXP Software, a leading global independent software vendor for mobile voice and the multimedia. He has more than 1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embedded software sales, marketing,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position. Today, he will take us to have a look into the user cases, requirements, and architectural choices. Please welcome Mr. Tian. Thank you. 其实是和刚才介绍的稍微有一点点的区别。那我知道在座有很多的专家，很多的专业人士可能要比我懂技术，所以在这里呢，我不讲任何的技术部分，我就不班门弄斧了。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探讨的是，在 mobile communication 领域，那更多的 use case 带来更多对 voice processing 的一个挑战。 那我想呢，也是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实挑战在哪里？那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我先用很短时间来介绍一下这个 NXP Software。那我发现每次呢，我们对新的这个客户呢，都要解释一番NXP 和 NXP Software 的一个关系。那 NXP Software 呢，是目前是一家独立的软件公司，独立的 ISV。 那我们是前身呢是 CEVA Software， 那是和 NXP Semiconductor 一起 spin out 出来。那我们一直是一家独立的公司。那我们所服务的这个customer 的对象呢，也不仅仅是 NXP Semiconductor， 我们有很多的 platform 的厂商，DSP partner， OEM ODM。所以呢，我们是独立的，所以大家不要把 NXP 和 NXP Software 搞混。 那通常大家问我说，你们做什么样的 chip？我说对不起，我们不做 chip， 我们做 software license。那我们是一家相对规模比较小的 ISV， 我们大概有全球150人左右。那我们在全球的各个这个主要的 site， 有站点去负责客户的支持以及产品的研发。当然，我们虽然是一个独立的软件公司，那我们的母公司呢还是 NXP Semiconductor。 Lifeline 是我们的product 的 family 的名字，其实在这里没有看不太全啊 ，Lifeline。 如果你们在各个展会上能看到穿这种荷兰颜色的 衬衫或者说是 jacket 的，大部分都是我们公司的同事。那同时呢，我们也是贡献了我们的一部分的代码给Google OHA， 我们也是 OHA 的成员。我们从2012年开始呢，就开始跟CEVA 来合作，把我们的一些 software voice processing 的 software 呢，去port到 DSP 上，port 到 customer 的这个 platform 上。那各位，请大家注意的一点呢是，如果从 volume 来看，这个 install base 来看，我们作为独立的一家软件供应商，我们的 volume 是目前来讲是最大，在全球所有的 ISV 里面，我们累计已经有以 Lifeline 这个名字的 product 已经 deploy 在 20亿台手机里面了，那其中 voice 的 processing 的 product 大概在10亿台的手机里面。那这个是呢，我们最近的一些deployment， 那也是我们的客户这边相对比较旗舰的一些产品。那因为我是从大陆来，所以像华为的这个最新的这个 P6 上面呢也是我们的 software。那当然了，像 Samsung 的最新的像。 Samsung Galaxy， 包括它的这个 Note 系列的，也都有我们的 software。包括 LG， 当然我知道在座有很多是在做 Bluetooth chip， 所以我们在这个蓝牙的芯片上面，蓝牙的耳机上面，我们也有相关的这个 solution。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hands-free， 我不太清楚台湾这边怎么去讲啊，通常我们在大陆这边管这种用户场景模式叫做免提模式。 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也是这样讲，所以我们就暂时用 hands-free 这个名字，英文的名字来说好了，为了避免一些歧义。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单独在这里提到 hands-free， 而不是说传统的 communication 把手机放在耳边去打？那我们来看，就是说，随着 Android 或
其他的比如说 iOS 这样 based 的这个 smartphone 的或者 smart devices 这样的兴起，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用户 communication voice communication 的这个方式有很大的改变。那之前从我们这样打电话，慢慢的呢我要打 video call， 比如说像 OTP 的一些 application， 比如Google Talk 呀，这个 Skype 呀，那我发现呢就是说我默认的呢我要打 video call 一定是把手机放在或者我的 tablet 一定放在我的面前，那这个默认的模式呢就是 hands-free 的模式。那包括像我在用这个设备的时候呢，即便是我的手机，我通常我在打电话的时候呢，我可能要同时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在跟通话的对方，我要查一些我的 calendar， 我要查我的 contact 去 share 给对方。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所谓的这个 multitasking， 就是你在做很多同时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呢，你也需要说在这个 hands-free 的这种模式。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可能是明年会兴起来的所谓的这个可穿戴的设备，比如说像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甚至说像一些温度传感器啊、语音传感器啊，这些我 stick 在墙上的这些，所以都是说对它的默认的这个模式全都是所谓的 speaker mode 或者 hands-free 的模式。所以这个呢也就带来很多的问题，相较于之前的我们手持的模式来的话，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来看说full duplex。所谓的 full duplex 就是如果大家在做音频相关的话，就是很懂，是全双工的一种模式。也就是说，我的讲话对端讲话和我讲话是同时的，那要保证双方都能听到。那 speaker 的模式或者 hands-free 的这种模式呢，会带来非常严重的这个 echo。所以我如果消 echo 的部分的时候呢，我会带或多或少会对这个全双工的这种模式会一些影响。那另外呢就是说尤其是我们在做 conference mode 的时候，那我把手机可能放在桌面上，那我的人呢可能来回走，所以这个时候呢跟传统的这个模式呢就又不一样了。我要求我们的这个手机或者手机上的语音的算法要非常非常的强，来处理各种各样这个在不同位置的这个语音。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设备呢离你比较远，它的麦克风的使用，它的 speaker 都会带来很大的问题，都会对语音的 quality 产生一定的影响。那如果要做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用户体验的话，你从这一方面也要考虑到。所以我们呢接下来就对我们看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我们怎么用方法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不仅仅这个不仅仅是 software 的问题，而且也要设计好这个 acoustic design， 一个 smart device 怎么去 design， 跟这个也有关系。所以我们来一个一个看一下。第一个呢是 full duplex， 那这里面有一些很简单的这些概念吧，我想可能对专家来讲不用解释了，大家可能我就非常快的 echo 就是回声。那回声的产生呢是很多种情况产生，最典型的就是说我如果从 speaker 发出来的声音会传回到本端的麦克风，再传回对端的讲话者，所以对端的讲话者呢能听到自己的声音，这个通过网络或者会有一定的延迟，但是他能听到自己的声音，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差的用户体验，这是 echo。 那downhall， 刚才已经讲了，就是所谓的双讲，大家都在讲话，那双方都能听得很清楚，TX RX， 那就上行和下行的一些信号的处理。那怎么去做这个好的一个双工的这个用户体验呢？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 hardware design 要做得很好，你的这个麦克风呢它旁边要通常会有一些这个rubber 的 circling 的东西去把它围起来，让它密闭，不会有漏音。 speaker 呢也要跟这个麦克风去分得开，那不会有很多的这个声音去通过这个机械的传回到这个麦克风去。同时要求 speaker 要有尽可能少的这个所谓的 clipping 和 distortion。 那包括这个所谓的 instant echo remove， 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打电话的时候我要求这个声音会这个回声会马上给消除掉。那另外呢就是说
在消除回声的声消除回声的时候又要保持这个 full duplex， 那我或多或少会对我本端上行的语音有一些衰减，那这个衰人声的衰减是越来越越少越好，这样保证人声的这个不会失真。那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 use case， 就是说把手机放在桌面上的时候呢，我会在走动，所以或者说是把手机拿在手里的时候呢，你可能突然改变一个姿势，或者放在桌上，或者拿起来，所以这时候呢，对所谓的这个 echo pause，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延迟，这个回声的延迟会有影响，所以需要你的这个算法和 solution 要非常的强壮，去马上的去 adapt 到新的这个算法上面来，新的这个强硬模式上面来，所以要求算法非常的强壮才可以。当然了，这个所谓的 GSM 和 VoLT 这种 communication 呢，它对时间的要求非常严格。这个因为我的这个laptop 没有接 speaker， 所以我们这个 demo 如果说大家想听的话，我们在外面有一个这个我们有个 demo booth，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那第二点就是说这个 talker 的 position， 我怎么去保证 talker 在这个讲话人在来回移动的时候，我要也要保证这个很好的语音质量。那刚才其实已经有涉及一部分，就是在所谓的免提模式下，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因为通常以前大家免提的可能是拿在手里的，那现在呢，就我们把它引入了一种新的模式，所谓的这个叫做table 或者 desktop 的模式。那它的模式呢，主要是应对所谓的这个 conference mode， 我可以把手机呢放在桌面上，那我的人呢，我可以可能沿着这个手机或者这个 tablet 呢有一圈人在打这个 conference， 放在免提的模式。那这时候呢，会要求这个算法极快的去做切换，因为算法本身需要知道哪个人在讲话，或者几个人在同时讲话，我要做非常非常快速的这个切换。那麦克风呢，因为设备已经定了情况下，麦克风它已经是固定的，你不可能是说去根据人的位置去改变麦克风的位置，这是不太可能的。那这个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挑战。那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要去，首先这个 solution 要去智能的去 detect 你到底是手持的模式，还是说放在桌面的这个模式。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这个讲话人他在周围走动的话，那我这个 beamforming 的 technology， 因为大部分其实都是这个 device 的这个 noise suppression 都是 beamforming technology， 就 beamforming 就 beamformer 要很快速的去切换去试。那这个同时呢，我们也要降噪，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其实这里面这个 slide 里面并没有提到的一点哈，之前大家绝大多数的方案，比如说 device 在 speaker mode 会 disable 其中的一个麦克风。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看最近的，比如说 Samsung 啊或 iPhone 的，它的 primary microphone 呢，离它的 speaker 会非常非常的近，所以从 primary microphone 拾到的声音，在免提的模式下，会远远比你这个人讲话的声音，这个 sound level 还要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都自动默认的把 primary microphone 给 disable 掉，去切换到第二个麦克风。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对 noise suppression 来讲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因为理论上应该说 new mic 都在起作用，这是最好的情况。那我们来看，就是说打电话除了听得见之外，还要让人听得懂，听起来舒服，尽可能少的 attenuation， 尽可能这个少的语音的失真。所以呢，这个 communication 是双向的，所以一定要说我说的话让对端听得清楚，对端说的话我也能听得清楚，听得见，听得懂。那我不可能是说把一个 device 放在这儿，我要离很近的这个去讲，那我希望是说很 relaxed 的在这里去讲，那麦克风能释放很好的音，传给对方也是一个很稳定的声音。那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所谓的 comfort noise injection， 就是舒适语音的插入。那有时候呢，有一端有可能会有一段的沉默期，比如说我不讲话，那对端呢有可能会以为说，哎，这电话是不是断掉了，
那这时候呢，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舒适语音的插入，这样的是故意插入的一些噪音，是一些类似于 influence 的这样的一些噪音，所以呢，让对方听着说，哎，电话还在有声音，没有断。包括如果我把手机放在或者 tablet 放在桌面上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挪动这个设备，挪动的时候呢，包括做 multitasking 的时候，你都会动这个设备，这个声音会被麦克风拾到，然后信号放大传给对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讨厌的事情，我们要把这部分的声音给要消灭。所以我所讲的所有的东西并不是在讲技术，而是说我们面临的问题 speaker mode 模式下就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出现。那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让对方或者自己听得到、听得见、听得懂？那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下行的信号处理的时候呢，我们要如果要听得见的话，我要把下行的信号放大，尽可能的放大，这个我才能听得见。当然了，这个所谓的听得见不意味着听得懂。你如果把单纯把信号放大的话，会产生很多的失真。因为这个speaker 的频效曲线会是一定的，会有如果有 clipping 的话，会有一些很大的失真，这个用户体验也会很好。所以呢，这个包括从对端传过来的噪音，如果对端的 solution 不是很好的话，我要把对端传过来的噪音或者网络产生的噪音也要消掉。那这个同时呢，我要让我自己说的声音对端也能听得懂。所以这里面呢也会有一些 technology， 比如说我如果说话的声音忽大忽小，那对端的用户体验也不是很好，所以我需要呢说除了把我的本地的噪音消掉之外呢，我还要保证我的语音传出去的语音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那对端同样的声音会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语音。那很重要的一点刚才提到了，我不能把这个设备放在这儿我离得很近讲话，而是我要很随意的，甚至任何角度的，我去对这个设备讲话，对端都能听得见、听得懂。那综上所述呢，这个所有的这些部分，从我们来看，新的 use case speaker mode 带来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挑战。那这时候呢，这个不仅仅是这个这个语音处理呢，有很多的这个 balance。比如说我在这列出来了哈。这个声音你如果要去声音大，必然会带来更大的回声，你需要你的算法去把回声给消掉。那降噪会带来语音或多或少失真，怎么样去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个回声抑制和全双峰又是一对矛盾，所以呢我们在永远呢是找一个平衡点。包括最后一个这个很多的这个信号的 delay 啊，包括这个processing 在不同的位置，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最后一个结论呢是说，刚才我提到就是很多这个新的 use case 带来新的挑战，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些挑战，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question mark。我想呢也是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共同探讨一下。那么我今天的这个话题就到此结束，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如果没问题的话，请允许我小小做一广告，我们的外面有个 demo， 如果大家想听 noise suppression、echo cancellation 各种各样的东西的话，我们去外面可以 offline 的去讨论一下，谢谢，谢谢各位。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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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Our next speaker is Dr. Yunnan Lu.